我今天跟你们各位啊讲四句经文。第一句啊，讲华严经里的一句经，叫做不忘初心。第二句啊，讲维摩经的一句话，叫不情之忧。第三句啊，讲八大论要经的这个不念旧恶。第四句呢，讲大乘起信论里的一句叫不变随缘。这个四句话呀，是第一句对自己不忘初心，第二句对社会呀，对国家呀，要做不情之忧。第三句啊，对朋友、对亲人，不念旧恶。第四句啊，我们做人处事啊，在社会各阶层，要不变随缘。其实就是对我们大家这个佛学都有关系的，不过佛经很难懂啊，我只有用一些情形的方法譬喻，让你们懂得这个四句经文比较容易记得，以后你们能做多少节省多少。第一句，我们对自己要不忘初心，无论做什么事，你必定有心理的准备，比方说预备、立志、计划，都叫做初心了。你要读书，读书做什么，你就要有个想法，这就叫初心。和你交朋友，我要怎么样子以后相处，都记住当初我怎么样子的跟你来往的一个因缘关系。做夫妻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结婚了。假如记住当初你爱我，我爱你的这个感情，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我要爱你的那个心，把它保持永久，必定不妥协了嘛。我希望生个儿女，一个孩子，儿女生下来教育很辛苦啊，你不能灰心啊，你要不忘初心，就只有用心好好的教育他。就是交了不好的朋友，哎，想起我当初对了，我们怎么样定交的，忍耐一点嘛，做朋友嘛，啊，包容一些。就是你在社会上无论做什么事，你创业，你要不忘初心，那个事业就记住了。你教书，谁叫你要教书呢？你教书要好好的教书啊，不忘初心，就能教书教下去。我做和尚，和尚也不好做。我在想，
如果我没有坚持我最初要想做和尚的这个愿心，我可能也不会做和尚。我的出身呢，是一个穷苦的家庭，我出生在中国江苏扬州，正是蒋介石啊和孙中山啊在我家乡真正的那个时候。我母亲告诉我，他说家门口真的杀人，那你就出事了。那时候我也长大了，跟他开玩笑，我说会不会有杀死的人来投胎到。我出生了以后我没有看过学校，我家也没有学校。我们家乡啊，在我那个年代啊，连派出所也没有，要找一个警察找不到的。老百姓如果有纠纷不会找派出所的，他到城隍庙到土地庙烧个香读咒发誓就解决问题了，不打官司，不找派出所。那么我出生了以后，对不对？既然没有钱去念书，当然生活吃饭都有问题，所以我的幼小的童年呢，感谢父母生给我很好的性格。什么性格？勤劳，几乎是没有时间了，想要放假，想要休息，想要这个到哪里游玩，好像就是，对，我也没有度过假，也没有过过年，也没有礼拜天，人家都有周休二日，我是没有。所以我就发明一句话，忙就是赢家。我在这个忙碌的生涯里，本来做和尚是不忙啊，我们要把自己忙起来。在童年的时候做苦工，捡破烂，帮忙家里，或者一点买菜。我大概七八岁就开始等于做童工一样的，那个也不去讲。我讲这个十二岁出家了，出家的日子很难过，我决定譬喻给你们听，例子给你们听。出家要守戒的，我那个时候要去守戒的，我记得好像也是这么一个桌子，很多的老师坐在那里要考试的。第一个老师就问，他说你有杀生没有啊？我说我要来受戒，怎么能杀生呢？杀生还有罪啊。刚刚师父慈悲，我弟子没有杀生。大家拿起来一把藤条就打打，没有杀生为什么要打呢？他打了以后停下来了，他说蚂蚁你们也打死一个，蚊子你们也打死一个，你在说谎啊。打得有道理，是说谎啊，怎么说没有杀生呢？也是有杀过啊。好了，第二个老师再问同样的问题，你有杀生过吗？只有谈到到来杀过，杀生过。他又打罪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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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打得很对呀，确实是杀生有罪呀。
后来老师啊再问你来受戒，你师父叫你来的，你自己要来的，这个问题在我的童年，对他十几岁了嘛，那没有困难啊。我弟子自己发心要来，哎，哪知道他就打打打，打了好多下以后啊，他说你胆大，师父没有叫你来，你就自己跑来了。哎呦，打得对，是的，确实胆太大，这个回答的不好。再换一个老师，他是同样的问题，你自己要来守戒，师父叫你来。刚才打了一次，又懂了进步一点，师父叫我来的。他又打又打，没有师父你都不来守戒呀、哎，这个也打得没有错啊。再换一个老师，他是同样的问题，师父叫你来守戒，你自己要来的。打了两次，又进步一点了，弟子要来，师父也叫我来。自觉都这样回答，天衣无缝了。他哎呀，你调皮，你调皮。到了后来，老师再问话呀，我就不回答了。老师，你要打你就打吧。我们那个教育啊，是非人的、准治的。因为现在的年轻的人受教育的眼光来看我们那个时候，不可想象。他是以无理对有理，以无情对有情，我们都叫有情众生，开的关系嘛，没个面子了。哎呀，我们那许多的师父们呢、啊，他就是不讲情面，刚刚在那里谈话才有笑有说，哎，到了他手一把拳在手，他不开个破绳就是打打打，踢将做滚，打向前去了，啊，这就是要打，一开口就是嘣，打了你两个耳光，这讲话。把人的尊严都打了没有了，你讲理更大，只要你一说有理，他没有理，他就是要打你的有理。所以我后来也感觉到这个也很好，我们的树立这个有的时候不是真理啊，不是有理啊，把那个不相道理的理都不准你讲，不准你说，他没有理你都要服从，对他将来在真理的前面你还不服从吗？所以这个那种教育啊，看起来是非人的、专制的，对我们的这个人生呢、啊，它也很有道理。不过总之，我要靠着什么样子，我才能把这个和尚的最初的这种生活，我能过得下去？我不会留单，我不会说就走了。我几乎十年没有出过山门。打了一顿以后，自己也安慰自己啊，这就是教育嘛。打了一顿以后，坐下来，就是我要出家嘛，我要想将来有办法，我就忍耐嘛。所以因此，这个你说现在大妈的教育好或不好，这个很难说。有的时候，像有的学生打
了也不服气回家去，父母也再把他送来，请老师请师傅兜兜地打他，兜兜地教育，让这个小孩子童年没有后退之路。家长父母跟师傅跟老师很配合，说不像现在说当然了，现在有点老子现在打小孩子很莫名其妙，尤其一个人犯过全班的校长一起处罚，这个也不公平。不过这个世界难以公平了，鸳鸯复式双垂下，母的人心一样平，只要自己心平，这个世界哪里不平呢？自己的心中认为这个不平，这里也不好，那里也不对，确实是这个世界很难生活。我从大陆到台湾，当然感谢台湾的同胞们呢，这个心凉的这种善意啊，运用我在台湾成长，得了一个和尚啊，虽然云游行教，但我现在云游行教一年叫几次，都是绕地球转。我属于这样子的，能够云游世界，得了我是感谢台湾的信徒，他们以这个圣心好意运用我成长。但是我才到台湾来，也不瞒你们说，也不是好受的。例如说我也有旅行包，得了一个旅行包，到了台湾来啊，走在路上不看到那扛个锄头带个斗笠，没有人拿着旅行包的，就自己旅行包也丢了，也买个斗笠，也吃脚啊。为什么？你们看，我也是台湾人的啊。最初我在一个寺庙里面挂的，我每天80个人要吃水啊，要打这个井水，大概一天要6不同、哦、我很快啊，很快。要烧这个落叶，那个寺庙也蛮大的啊，庭院里落叶很多，花草树木的落叶，松兰是有精神，大概每隔一天两天就要拿一个这个手拉车啊，里亚卡，要经过14里的这黄泥土的路，到市场里面去买米啊、油啊、盐啊、菜啊，供给这个80个人吃。我经常到市场里面，天还没有蒙蒙亮，市场的人都没有起来，我都在叫起来起来，我来买菜了。市场的人才起来，那装了默默的一车，那我就拿这个利亚卡，有时候这个坡度很斜，拿不上去，甚至拿着自己在那里好呕吐。但是我回到市里面，我们的同胞都说：“哎，新元，你很有力气呀、啊！啊，以后这个拿去都是你了。”我在想，对的，我很有力气，对的，很有力气，也有使命感，也有责任感。不瞒各位说，
现在80多岁的老人，常常为世间上一些好人好事感动，哎，流眼泪。谈到说我的母亲过世，我都没有流泪，看是有一些好人好事感动。但是我自己想，我也要别人感动，我怎么样子让人感动，就是我做好人嘛，做好事嘛，存好心嘛，就是我们佛光会的善好运动嘛。我不忘初心，我不要让父母挂念我，等我做和尚了，不要让他们觉得啊，做不成和尚没有面子啊，给家人亲人嘲笑啊。我一生不退票，我承认过你的事情，我必定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这个运行，我虚来虚弄你，就例如像这样的讲演，常常说找我讲话，我说不行了，很忙了，到处讲讲不胜其烦了，我要编杂志，还要习俗，还要教书，还要多少的事情要做，哎呀，没有关系了，明年啦，明年几月啦？我一听到明年，我都那么远了，不要就好好好好好，明年明年。一承诺下来，光阴很快啊，一下子明年到了。人在哪里？我记得有一次在洛杉矶，好像是有一个什么14号要回来讲演。这个图动的师傅打个电话来改期，我说不行，这个早就定好的，不能改期。我临河一坐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坐飞机很痛苦啊，回来做这一场讲义，讲过以后再去坐飞机到洛杉矶。为什么？我承诺的啊，这叫不忘初心。感情上跟人家承诺的一定要还债啊，要清楚。感情上承诺人家的要把它清楚。所以我在到处办这个滴水坊啊，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啊，能坑的报恩的人，我们讲就是好人了、世间上芸芸众生，哪一个人对我们没有恩惠？不只是父母生养我啊，老师教育我，士农工商，哪一个人吃饭、穿衣、公共汽车就会开车啊，对的，演艺人员表演，电台报纸让我每天好快乐。哪一个人对我们没有关系、没有缘分、没有恩惠？报恩真是报不了的。所以这个最初的初心如果都不记的话呀，这个恩义也会忘记，慈悲也会忘记，情分也会忘记，啊，太健忘了。
所以我是叫他什么都可以见王，你的这个最初的运行啊，我叫他不要忘。这是华严经，华严经是佛教的经中之王了，80卷很长的一部经。这个就是说他鼓励菩萨发心，要不要忘记你发的心啊？各位你们都要都有发心了，不过这个有时候发心不是菩提心，发的露水一道心，露水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，很快发心很快就没有，很快退心，要不退心啊。这一个在佛教里面51位菩萨的，好像1年级二年级51年级，好像到这个不退行的阶段要到30几个位置年纪的才叫做不退住不退行。像我们的《阿弥陀经》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五皮不知，什么叫五皮不知？就是不退住不退行，到了那个阶段就能成了。像我们现在这个常常这个行意啊转变得很快，一下上天堂一下下地狱，我们的行啊在每天这个24小时当中，多少次上天堂，多少次下地狱，可是就是好行坏行了，善行红念了啊，不断的善念起来上天堂，红念起来下地狱，就天堂地狱来来去去。假如我们不退转不退行，为着仅是我们的愿望，那就不必对了，下到地狱里面去啊，都是到天堂了、啊。有一位年轻的人结了婚以后，逢人就说：“哎呀，结婚真好哎！”人家问他怎么好，对，像现在下班回家，敲门，门一开，太太呀、啊，就拿拖鞋给我穿。进到房子里面以后，养了一个小狗啊，就围着我汪汪叫，哎，多有气氛，多美呀！1年后，逢人就说：“哎，结婚不好，为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现在回家呀，打开门，太太不拿拖鞋了。”小狗嫌拖鞋给我穿，进到屋子里面啊，是太太围着我汪汪叫，去怪我啊，说我不能升官啊，不能发财啊，嗯，这个没有洋房啊，没有汽车呀，哎呀，像小狗汪汪叫啊。有一位师傅在旁边听到了，这是青年朋友，他一屋听了，你也照常欢喜啊。不要这个悲伤啊，你要不忘初心啊，嗯，我怎么能这个变化太大了嘛。哎，哪里有变化，你现在打开门，虽然没有太太拿土鞋给你穿，小狗嫌土鞋给你，你一样有土鞋穿吗？你到了屋子里面来，小狗们又围到你汪汪叫，太太围到你汪汪叫，一样有汪汪叫吗？但是你要是记住可以快乐吗？
这个年轻人特别奇怪，讲是有道理啊，可是这事实不是这样啊。后来这个师父又在说，他说朋友，世间是无常的呀，世间是变化的呀，你要这个不变，要这个变化的世间不变是很难的，最重要的你的心不变，要人家不变是很难，我的爱心，我的宽容，我的宽恕，我的忍耐，我也不变。所以我是在想，在人世间啊，要求人是很难啊，要求自己比较容易。如果你要求自己都自己都不听自己的话，那怎么能要求别人呢？所以不忘初心，要求自己。我是吃华严经的经文，那这一句我就忠告给你们，对自己要不忘初心，会很快乐，很有力量。你忘记了初心就灰心了，那要不忘记初心有力量，我要奋斗，我当初就是要这样，这是我讲的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对顾家呀，我们要做不情之忧。顾家，顾家保护我们呢、啊。这个一个强大的顾家，一个有为的政府，对的，他帮助我们建设，帮我们解决问题。啊，现在的所谓这个政府的官员，大部分都是要服务的，他才能得到人的拥护嘛。现在都是民选嘛，他要选票嘛。对国家要做不情之忧，这是韦摩经的话。韦摩居士是一个在家中，他有的时候，你这个国家也是个名词嘛，国家是国家，我们大家有份嘛。他哪里有人有苦难，他就去救助；那哪里人要教育，他就去教化；哪里有什么人需要帮助，他就给他帮助。他说不情之忧，朋友都人家亲，要拜托，哎，你做什么事，你怎么不请我啊，要请我。有的时候你请我，我没有时间来。真正的菩萨啊，你不要请，你有需要我就来了。不要请的朋友，不要请你朋友来给我机缘，给我帮助，那是菩萨啊。所以像地藏王啊，我不乐地哟，谁乐地哟？他说不请之忧啊。观世音菩萨，哎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，你哪里有苦难，他说他就点化，就比如化身呢，来度救度你，他都做不情之忧。所以我们好朋友也是的，但你没有请我，因为人和人呢、啊，我这里举一个例子，那个联合报的王铁吾这个老先生呢、啊，过世了，他就由我们台北道场啊，帮他做副事，做完了以后啊，他的后人呢、啊，就找我，为什么要感谢啊？
我想他是一张支票了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。他要给我的时候，我就说王先生，人和人之间，有的时候斤斤交际嘛，因祸难切啊。有时候斤斤之外啊，哎，大家看个矫情吧，就不要损伤了。你说矫情，再跟一问，哎呀，在道义上，哎呀，不要说，不谈了。我说除了斤斤啊，除了矫情啊，除了道义之外，没有一个什么超越的。我的意思是佛法了，没有这个超越的一个什么东西吗？他一听到这里，他说我懂了，他收起，他就把纸票收起了，收起来就很好啊，我们也没有做多少事情，何必丢来拿佛法去买卖做人情啊？这个我一定贡献嘛。但是联合报他不这样想啊，我们人眼福报都是在联合报印刷的，他也跟我们不计较，对不对？也不讲人情情，也不讲人情，也不讲道义，那就这样啊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这个人世间呢，这个要做这个不亲之友，给人帮忙，给人服务。现在这个社会上啊，婆媳相处问题最麻烦，婆婆不容许媳妇啊把他的儿子整有了，他苦心带他来的儿子。媳妇啊觉得我的丈夫，我都用我这个身家什么一切都给他，怎么儿子是我的丈夫啊，那你怎么老是说是你的儿子？我们叫做现在的一个男士啊，在妈妈太太之家也很为难了。妈妈就跟儿子说，你不把这一个坏的媳妇休弃，妈妈不认你做儿子。这个儿子怎么办呢？太太也要跟丈夫讲，你不能离开你的妈妈，我跟你离婚。这个丈夫怎么办呢？啊，后来他想出了一个计策，他就跟妈妈讲，他妈妈，你讲的一点都不错，这媳妇是不好，不过已经结婚了，现在就把她休弃呀，舆论对我们不利呀，妈妈你待他好一点，谅解他，你待他很好，只要半年我就把他休弃。妈妈一听可以，因为半年很快嘛，待他好一点容易啊，好，要有信用哦，半年一定要把他休来哦，要做到。又在跟太太讲，亲爱的呀，我虽然爱你，葫芦妈妈不好啊，现在这个我就跟妈妈离开，不能出去，人家说我不孝顺啊，我们两个人都有骂名啊，不如拜托你对妈妈好一点，为期半年，让那个是我们很孝顺，那时候我们就不出去，就不惭愧了，拜托你。
太太一听，哎，这个过年可以啊，好了，我做到待妈妈好一点。婆婆对媳妇要过年要好啊，媳妇也求一点，为了丈夫的交代要对婆婆好啊。好了，过年以后啊，妈妈跟儿子讲，他儿子啊，媳妇太好了，你不可以媳妇她啊，我这个男的有这么一个好媳妇。那个太太呢，老公啊，这妈妈太好了，找这样的婆婆找不到啊，啊，我愿意过来啊，长相厮守过下去。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对他好，这个问题都解决了。现在常常的我们听到有人说啊，他对我不好，他对你不好，你对他好吗？他所以对你不好的原因在哪里呢？是因为你对他不好啊。你如果对他好，没有这个不好的瘾，他怎么会对你不好呢？